是在缺阴。所以小白肠的病位涉及面还比较广。三焦有什么作用啊？你既然知道它是胸膜腔、腹膜腔、网膜系统、淋巴管道循环系统，这些系统有什么作用？对，西医说免疫。那么我们中医说三焦有什么作用啊？你看我们为什么把台湖肌应用这么广吗？是因为有理论指导的。这个三焦有什么作用？那我问你，胆有什么作用啊？胆有什么作用？那你想还有它，既作用于胆，又作用于三焦，胆有什么作用啊？那你看胆有什么作用？我听说主决断。胆有三个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藏金枝寄相火，藏金枝寄相火。第二个就是主疏泄利肠胃，主疏泄利肠胃。第三就是中正之官清净之腑，中正之官清净之腑。胆的主要生理作用有三个，这是我们《伤寒论》当中从原文当中归纳出来的，不是你们中医基础理论所学的啊。胆的三个作用，第一个是藏精汁寄相火，藏精汁就是藏的是胆汁啊，寄相火，这个相火就是人体正常的阳气，人体正常的阳气就叫做相火啊。这个相火有什么作用吗？无亢无烈，如日初出，就像早上六七点钟的太阳一样，是不是啊？哎，冉冉升起，不亢不烈，对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具有激发、促进、长养、推动的作用。这是它第一个作用，藏精汁寄相火。第二个作用就是主疏泄，肝也是主疏泄，胆也是主疏泄啊，主疏泄利肠胃。胆藏的这个胆汁啊，这个胆汁是助消化的，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胆胃综合症、胆肠综合症、胆心综合症，都是因为胆囊的功能出现了异常。我们在临床当中治疗很多疾病，天天后背疼、胸闷、气短、心慌，是不是？因为他头苦，一做心电图的时候，确实是有癌症阶段的改变、皮肤的改变，是不是？活血化瘀、药行气的、化痰的都用的不好使，一输大少阳，一地胆好了。你看西医都知道胆心综合症是因为胆囊的功能，你这样人让他去查去，你看他不是有胆囊结石，就是有胆囊炎，或者是有重度的胆囊息肉。这种情况你不去治心脏，反而去治胆，胆囊的功能恢复，心脏不用治自己都没有症状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近代医学才提出了叫胆心综合症，而我们中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心胆相关理论。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啊，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骨闷，莫莫于眼时心烦休。你看少阳胆热，循经上扰心神，就出现了心烦，心中悸动不安啊。这是第二个作用啊，主疏泄利肠胃。第三，中正之官清净之腑啊，它参与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是不是？你看有的男孩长得五大三粗的，胆特别小，比女孩还胆小，对不对？胆气不足啊，胆气不足。如果是因为胆本身的气不足的啊，那么我们就用人参散啊，人参散。如果是心胆都不足的，安神定志丸。如果是外来的邪气干扰的，温胆汤啊，温胆汤。这是我给你讲的胆的主要的生理作用。那么三焦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什么呢？刚才我没问大家吗？三焦的主要生理作用是什么？三焦的生理作用，难免大家用小柴胡汤应用的效果不好，
没有理论进行指导，没有理论进行支持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其实理论的研发是对临床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西医不是发现了胃部有幽门螺旋杆菌，它能用三联疗法、四联疗法、五联疗法吗？创制了这些几联疗法的，不是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吗？对不对？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你在临床上能用阿司匹林吗？是不是？你能用这个阿摩西林啊、奥美拉唑、胶皮果胶壁这些药物治疗胃病吗？其实我们张仲景啊，在2000多年前治疗胃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知道用半夏泻心汤里面的黄连、黄芩来补寒清热泻火的，就已经知道了胃病里边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致病菌，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理化检查，是不是？所以你看半夏泻心汤治疗胃病为什么都用苦寒的芩连干什么？现在发现了黄连、黄芩有很好的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如果要是过去颁奖，这个奖项一定是被仲景默数啊，只是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些理化的检查。那么三焦属有什么作用呢？三焦属啊，三焦的厥毒之官水道出焉，所以第一个作用就是主厥毒行水道。三焦里边运行的是水啊，运行的是水。我们人体血有血的循行道路，血是在血管内循行的，那么气和水在哪循行呢？就在三焦循行啊。所以三焦第一个就是主厥毒行水道，第二个转气机啊，由向火，转气机，转输气机，它并不产生气的，是不是？每一个脏腑都能够产生气，但是它是转气机，转是什么？运转，就像交通警察一样，十字路口，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对不对？转气机由向火啊，由向火。这个向火是什么呀？是人体的阳气。你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毒。你这个水的孵化是需要少阳三焦阳气的蒸腾作用啊，这叫转输机啊，转气机，转气机由向火。第三个就是元气之别使，主通行散气。元气之别使，主通行散气。你看三焦运行，刚才说运行的是水，这回运行的是气，所以古人说三焦者，水火气之升降的道路啊。元气之别使，主通行散气。哪散气呀？阳气、胃气、中气啊，阳气、胃气、中气。所以因为三焦有这么广泛的作用，所以小柴汤在临床当中应用范围才极其广泛，涉及到上焦病症、中焦病症、下焦的病症，涉及到了脏腑的部位才比较广泛啊。大家看一下，涉及到头、目、耳、口、咽、颈下啊，这是啥呀？这不是官窍系统吗？我们大家学过《伤寒论》吗？《伤寒论》当中的少阳病的提纲三症：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少阳痛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闷耳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积而惊；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沾雨，此属胃，胃合则愈，胃不合反而悸。所以我们从原文当中归纳出它的部位。头、目、耳、口、咽、颈下，整个脖子以上的都是少阳。官窍的病变治在少阳，别瞎治，是不是啊？一会儿这把肝清热解毒，一会儿那清热清热解毒，没有作用。官窍的病变治在少阳，对不对？头疼啊，眼睛干巴的，
结膜炎啦、耳鸣耳聋啦、口干口苦啦、口疮啦，或者是咽喉的病变、颈部的淋巴的病变，都去治在少阳啊。你看张仲景为什么把263条口苦咽干目眩作为少阳病的主症提纲？大家看一下，眼睛、口和咽喉都是可开可合的，开合就是枢机的意思。你看你的眼睛能张开能闭上啊，你的嘴能张开能闭上，你的咽喉能吐出来能吞咽，你其他的地方能张能闭吗？所以这三个关窍就提示了少阳为枢啊，少阳为枢。我们看他涉及到病变的部位，根据《伤寒论》的原文，还涉及到胸中、胸前、心、心下、腹中、胁下、手足，都有原文支持的啊。或胸中烦耳过，或胸胁苦闷啊，心烦啊，心下肢节、腹中痛、胁下痞硬啊，手足温而渴啊。你看他涉及到了整个的啊，上边的头面的关窍，中间整个的胸腹腔，包括手脚，你看这病变部位广不广？非常广泛啊，非常广泛。那么还有什么呀？小便大便啊，阳明病发潮热啊，大便长，小便自渴，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啊。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背气结合，身体炎汗出而进。所以你看它涉及到的范围广不广？非常非常的广啊。那么这么广的范围，我们在临床当中怎样去用它呢？它还会影响多脏腑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少阳是属于胆和三焦啊，它影响了肝，影响到脾胃啊，影响到心，影响到肾和膀胱，影响到肺，你看它影响五脏。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病太多的时候没法治的，治什么？你就治在少阳啊，你就治在少阳。所以说它影响面广，影响多脏腑功能。你看后期肿瘤转移的时候啊，阳性转移以后，我为大家讲啊，我为大家讲，如果这个肿瘤是属于阳性转移的，你看我们治在少阳；如果是阴性转移的，我们治在厥阴，用乌梅丸。你看乌梅丸虽然治蛔虫，现在已经发现了肿瘤患者最容易转移，肿瘤患者的转移就跟蛔虫上咬的症状一样。你看那蛔虫上咬，一会儿钻到胃，一会儿钻到胆道，一会儿钻到食道里边，是不是啊？为什么厥阴病？消渴气上壮心，心中腾热，饥而不欲食，食得吐回，下食地不止。所以现代医学的研究就发现，肿瘤的转移所出现的寒热错杂的表现，就跟我们蛔虫上咬所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医家都用乌梅丸来治疗肿瘤的阴性转移的寒热错杂。所以你看少阳寒热往来，厥阴是怎么样？厥热胜负。少阳是属于胆，厥阴是属于肝；少阳是属于阳，厥阴是属于阴啊。所以我们阳性肿瘤治在少阳，阴性肿瘤治在厥阴，这都是专题的，等以后我再为大家专门去讲。所以中医的求学道路，你要学的东西可多了，你得慢慢学，不要着急，谁着急谁也着急不了，是不是啊？多学一个方，多会一点，是不是啊？患者就多一点，慢慢积累啊。啊啊，阳性肿瘤啊，阳性肿瘤治在少阳。比如这人是一个阳性体质，你看他舌红、苔黄、口苦、心烦、闹心、焦虑，是不是？哎，
有一些热性表现的时候，你要防止控制它转移的时候，你志在少阳，你选用柴胡剂，你选用柴胡剂。如果它是阴性的皮脂，怕冷啊，是不是舌质也淡啊，它也是白呀、啊？这种阴性的肿瘤，你志在厥阴，你选用乌梅丸。你看乌梅丸里边是温五脏阳气的，什么附子啊、干姜啊、桂枝啊、川椒啊，是不是？哎，我用这些药物啊，都用这些药物啊。那么小柴胡汤还可以干扰气血水神的功能啊，这个问题我都得去下午为大家讲解。因为什么？小柴胡汤治疗气病和什么方？治疗血病和什么方？治疗水病和什么方？调节神志需要和什么方？我们人身不就是气血水神吗？它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所以下午这个时间，这个合方将来大概能有20多个合方，都是我在临床当中最常用的合方啊，所以我不能现在就开篇，我不能再讲了啊。所以说下午的时间啊，我尽量多讲，少回答问题，但是还是满足你们要求。你说，老师，我下午我不想听这个，我就想现场你回答问题，那我们就做现场答疑。你说我不想现场答疑，我就想把这个听，那我们下午再讲这个，然后我们下午再决定啊。好了，上午到这儿休息，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杨丽书老师。精诚所至，金丝为开。那么我们常说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所以学中医就是得勤奋，那么能让我们积累出更多的知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于老师讲的这个小柴胡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触。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肯定也走过别的平台，也听过别的老师讲经方、讲伤寒论、讲小柴胡汤。那么哪个大师像于老师这样领悟这么深刻，讲得这么清晰、这么透彻，把临床经验总结得如此到位？我说真的一句真心话，听君一堂课，扫读10年书，别说10年，20年也行悟不透。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而且于老师下一期就给大家开 PPT 课，那么你看这于老师的 PPT 的图做的美不美？那高楼对不对？你那个图灵长啥样？那皮肤病对吧？有人说说啥是混合型的，对不对？啥是结节型的？啥是囊肿型的？那带指按的，你怎么用药？怎么用方？那特别的明确清晰了。你看我们为啥现在就是改进了做 PPT？ 你看有一些病特别适合你做 PPT。你做完 PPT， 你眼睛就看见了，你看一眼你就记清楚，不然的话光说光形容，尤其像舌诊，那东西咋形容你也不好能够一下就把握，所以机会难得呀，真情话。于老师讲过一次，下一次不一定还讲不讲了，猴年马月都不一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进行我们下一个这样的课程。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论的呢，就是妇产科女科当中的啊，吕氏吕校方，也叫传世名方。那么，我们大家在行医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大医院也好，或我们自己的门诊也好，那么妇科的患者是最多的，各个门诊当中妇科的患者是最多的。所以，对于妇科疾病啊，我们如果学得好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患者量，对于我们这个知名度，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能够迅速提升的。那么在下期啊，妇产科女科，还有呢，医中附件、妇科心法要诀，还有上个月的啊，这个妇人方、妇人归，那么还有就是张仲景当中的。妇科三篇当中最经典的临床疗效最高的这些方剂呢，给大家提炼出来，然后呢给大家做一讲解，以用病例的形式呢来看它怎样的用，然后怎样的加减合方。那么提起夫丁乳啊，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全都知道，对不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夫丁乳呢，是清代著名的一家，被称为妇科圣手。那么他是出生于医学世家，他的父亲和祖辈都是通晓医学，
而傅先主更是集啊文学家、书画家、医学家与医生，非常非常的有才华。他曾经对他的友人说：“他说五书不如五画，五画不如五医。”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这个书法没有我的画画画的好，我画的画还不如我的医学精通。其实当时呢，傅青主他的书法非常造诣是非常高的啊，可以说专家们都形容他的书法，说他这个风格呀，风格啊迥异，而且气势磅礴，笔锋雄健，让人一看拍案叫绝。所以在当时呢，就被为这个被评为是宋词三绝之一。所以想一想，他的书法造诣如此之高，那么学书法的可能都知道傅青主。那么他却对自己的友人说：“五书还不如五画，五画还不如五医。”就是说，他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在医学上，他更注重于医学。所以傅青主虽然他是以傅青主女科而成名，但实际上他的医学水平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而且他也精通于儿科以及男科。那么他还有傅青主男科，对不对？而且我说每一个医家，他之所以创造一部著作，不是因为他对重点之学不明白，他对那个传统医学不明白，是因为他全知道的情况下，他发现这一科有独到之处，更擅长，所以他才有这个傅青主女科传承于世。他的方剂可以说作为妇科医生啊，很多很多的方剂，大家都是如获至宝。没有一个老中医搞妇科的说不看傅青主女科，我们家连本这书都没有，那我想你这妇科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造诣。所以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虽然年龄都和我差不多，或者往上往下，其实我们学中医真的是学对了，真的学对。你说你学别的职业，你说你老了你想再学，你有机会呀，你学完有啥用啊？你看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学完了之后我们就有用，而且还越老越吃香。我说句实在话，你要换个地方，你从那儿出来，于老师也从那儿出来，谁也不认识，说不定你比于老师还像老中医，所以我们特别有前途，对吧？前途无量啊！所以我们一定得啊，还要好好的学习。那个曹操在《短歌行》当中，曹操在他的《龟孙寿》当中就说呢：“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日暮年，壮心不已。”那衰老的骏马，还有驰骋千里的志向，烈日暮年，也就是有识之士，一个英雄，到了晚年，还有什么呀？还有志存高远呢。所以我们只有坚持不断的努力，才能够谱写出人生华美的篇章。我们提前管孩子，好好学，真学耐学，你怎么管他们怎么的呀？你有以身作则吗？你给孩子做榜样了吗？我们常说孩子不孝，有病床前无孝子。你说说，连孩子还忙，还得工作，还得养家糊口的条件，你又没给创造啥，能咋孝顺你？天天守着你转呢，对不对？你这老中医，我跟你说，你要老了你厉害，别说儿子孝顺，你说你媳妇瞅你都乐，我跟你说，瞅你眼神都乐。所以我们必须得特别的有潜力，我们还真的是得好好学中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好好学，不知道该怎么学，可是我们终于有大师来了，于老师，就终于知道我们该怎么学。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叹息的不是咋学，而是我们后悔呀，少壮不是不努力，老大头上歪是因为早不知道我没背，所以我们现在恐怕你心力不够用，所以一定要坚持的把一些重要内容反复的听，反复的看，尽可能的给他记住。你学得好，你老了都不得老年痴呆症，没有一个专家老了会有老年痴呆症，那脑子转的老快，跟那门轴似的，脖子锃亮，你知道吗？只有天天在家呆，啥也不写，啥也不合计的人，老了老年痴呆，反应迟钝，咱谁也得不了。我都看出来了。好，我们下面我们开始啊，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傅青主女科当中的五个代下病。这个代下病你不要小瞧它，这五种代下病它代表了妇科的啊生殖系统炎症性疾病，比如说各种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啊、细菌性阴道炎，以及什么宫颈的这样的糜烂呢、通经管炎呢、拉氏囊肿呢、盆腔炎、附件炎，各种炎症都会表现为带下的这样的一个异常。所以我们这些疾病学会之后，那么对于妇科的生殖系统炎症呢，包括肿瘤、HPV 高、
这样的一些疾病，我们都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贺金主的这些原文啊。那么大家也不用抄，我觉得你回去买一本书啊，你就都有了。我们就抄最后的比较关键的，但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往我们一起分析，看看贺金主给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贺金主再来一下，我写的一是因为我怕这个 PPT 乱了，因为打的片儿多，咋的了？乱了？我怕乱个片儿。来了，算了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原文，他说：“不代下俱是实证，而以代名者，因代脉不能约束而有齿名，故与名之。”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啊？他说：“不代下俱是实证，也就是说啊，贺金主认为这个代下病都跟湿邪有关系。”那么而以代名者，说为什么把它叫代下病呢？那么因为代脉不能够约束而有齿病。那么我们在妇科学当中常常说的，都说一代下就说代脉不固，对吧？都提到代脉啊，而有齿名，故以名之。这个是它的名称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他就介绍了，说怎么回事呢？他说盖代脉通于任督啊。然后任督病而代脉实病，代脉者所以约束剖胎之气也。你看见这儿，代脉无力得难以提气，必然胎头不固。我们一点分析，因为这个贺金主是这个文学男的，中年累月就长期的常年的由这种白色的这样的分泌物，什么样的呢？形容了如涕如唾，像鼻涕像唾液一样，不能够禁止，以至于那能够停止吗？甚至有异味的这样的情况下，这就是白带，白带首先是白色的啊，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不白带乃是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你看讲他的一个病理机制呢啊，则脾土受伤，湿土之气下陷。告诉你是咋来的，不白炭乃湿盛而火衰，啥意思？肝郁而气弱，对吧？大伙都明白了，因为这个白炭是湿，他认为是湿邪所导致的。那么湿邪的产生呢，往往是由于这人阳气不太足。我们常知道，当人体阳气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生痰、生饮、生水。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你看，为什么买房子你都喜欢阳面窗，你咋不得阴面啊？那阴面没有阳光，你看都不潮不潮，对不对？它肯定它就潮湿。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湿盛而火衰，而且湿本身是阴邪，阴邪也容易啊，属于气机伤害人体这个阳气。他说肝郁而气弱，是由于啊肝气郁结，然后呢肝气什么克伐这个脾土，使这个脾土一受伤啊，土虚不成，得湿土之气下陷。那脾是主生清的，脾还主运化的，对吧？主运化水液，运化水湿。这个净化水湿的功能差了，就形成湿浊吗？湿浊之邪，你肝气一克，你有湿邪就下注在前阴，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白带。那么水湿如果下注在肛肠的大肠呢？那你就是泄泻呗，对吧？泄气在下不是泄泻吗？所以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你看，是以脾经不守，不能化溶血而精水，反变成白滑之物，由阴门之下欲致尽而不可得也。其实有一些老师可能不耐听，我跟你说，你耐听不耐听也得听，一百多人陪着你听，我还给你念，我还给你做图，你都不耐听，自己搁家在书桌里头一辈子不能翻，赶紧听一听吧，正好还不爱听呢，不爱看呢，读着自己。是以脾经不守，不能化溶血以为精水。其实它的脾吧，脾的两大生理功能，就是脾的这个主运化的生理功能。它啥？一个是运化水湿痰，一个是运化水液，对不？
功，你不能运化水湿了，水湿下肚空白带，你不能够运化这个水谷精微，就不能够化成气血。你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吗？所以你气血就不足了，那你还能化成精水啊？精水就是月水，月水就是月经，月经是以血为物质基础的，所以你看就变成了白化之物，因为脾虚不能运化水谷，不能运化水湿，使水湿下肚，由阴门直下，也就是指这个子宫口直下，然后呢欲致精而不得也。这你自己能禁止吗？这是病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你看那个时候你怎么治呢？他都说了啊，有肝郁有脾郁，所以他提到了治法，治法以大补脾胃之气，烧灼以疏肝之品啊，烧灼以疏肝之品，这就是治疗的法则。因为脾胃一虚之后湿浊下肚，所以这时候肝气就成脾啊，土虚木成，所以怎么办呢？一边疏肝一边补脾胃之气，以补脾胃之气为主，以疏肝为辅，这样的情况是风木地散于地中，得地气至生腾于天上。这点话唠的简直是太好了。实际上是啥呀？也就是说你在健脾化湿的同时，你怎么呢？疏疏肝的意思。然后呢，你这疏肝了的时候，那么脾它是主生清的呀，脾胃功能健忘了之后，脾主生清的功能就正常，它就不下肚了，对不对？不下肚了，脾气健了，湿气自然就消了，对不对？所以治无白带疼患也，方用什么脘带疼来治疗。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原文，我们就分析出脘带疼的一个病机就是什么呀？脾虚肝郁湿浊下肚，对不对？脾虚肝郁湿浊下肚，以脾虚为主，因为大补脾胃，少补也疏肝脾。那么脘带疼的药物组成，药物组成呢，一共是十味药。一共是十味药。那么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它的方式啊，大伙儿会背吧，对吧？正经高中的脘带汤肯定会背呀，但大伙儿如果新进没背过的，你也赶紧背啊！你不背你咋记脘带汤啊？你看不清楚，对他这个方剂是怎样评价的？他说这个脘带汤啊，吃完上边的十味药之后，咋的？两剂清，两剂排代解清，中年累月下白肚子，结果吃了两副，马上就减轻了。吃了四剂，咋的？止白带少了，没了。六剂则白带痊愈，彻底好了，完全好了。所以你看，人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对自己的这个药物给出的这个评价，吃完之后这种后，吃完之后这种疗效，告诉你是啥样的。啊，我们中医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中医不传，是秘密在于量，好好瞅上边蓝字儿。你开蓝带汤，你开一开白术和山药吃睡觉，有没有他做的医疗？你还说他人参二十，白术十五，山药六，你是不是也老让他找那个通补的意思啊？你能不能好使啊？你看，所以我才给你打出这个原文，谁是君？那是白术和山药，别的麻烦差一个二的。你这俩你要是主要的药你要了清，你比例失调，你疗效就不会好。别说人通补的方没有效果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提到在方后的时候又说了，说此方是脾胃肝三经同治之法，欲补于散之中，即消于生之内。他给自己这个方做了一个点评啊，他说我这个脾胃跟肝我都治了，然后呢欲补于散之中，我既补了脾胃啊，因为脾虚就容易生湿嘛，既补脾胃，然后呢我又生散的药，生散的药就谁呀？柴胡和金栗，疏肝的，疏肝的药不就辛味吗？就能够散吗？所以既补又散，那么既消于生之内，为什么？你这湿浊不下肚吗？给你消了吗？然后还有生清呢，谁呀？还是柴胡，还是金栗，你看好不好？也就是说，你用这个方的时候，你柴胡和金栗，它第一个它能疏肝，那么第二个它能生清，没说到补益汤吗？对不对？你看自己说这方特别的好。然后他说，生脾肝木之气，则肝血不燥，就是说把这个肝气淤血、疏肝血、淤
之后，医生是以肝木之气一解瘀，一疏肝，用的都是心散的这样药物。这肝血不知道为啥肝血不知道啊？肝是藏血的，肝主藏血，对不对？主疏泄，藏血地方有白芍，所以不是主了两个功能吗？藏血有白芍，然后它疏肝又有清泻，又有柴胡来疏肝，所以你肝气的瘀得以解除，肝血又得以养，所以肝血也不到，何至于下克脾土啊？对不对？我们不克你了，肝气不疏了，不益脾土之源，则脾气不失，哦，何难分消水气呀、啊？以后又补脾胃，脾胃之健运了，脾胃之气健运，所以脾就不湿了啊，就不产生湿邪了。说河南分消水气，马上好了，这个病立马就好了，两剂就减轻，四剂止，六剂痊愈。那么这是最后一小段原文，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在梅皮当中说，他说妇科一门最属难治，说妇科呀，这是一门学科，它不同于其他内科，这个病呢比较难治。但是难治难在哪儿呢？不难于用方，而难于辨证也。你看没有？辨证很准确，方有的是，你能不能辨出，这才是关键。五代证辨之其名，啥叫五代？有白带。黄带、赤带、青带、黑带，对吧？所以这叫五带，它辨啊，五带证辨之即明，说我给你辨的非常非常的清晰，什么样的病因啊，怎么治疗，地方即散，所以我给你叫方药，非常非常好用，即散啊，治即这样的意思。然后倘用之不效的，假如你用之不效的话，那你肯定这个人必有啊，必其人心水不调啊，须臾调经种植二门掺着治之，无不见效。就是说，如果你用这几个方没治好，那肯定这个人他平时练经啊，他都不调。所以在哪儿长呢？《资治通理篇》当中还有别的章节啊，这是带夏篇，那么还有调经啊，还有种植啊，还有产后啊，还有鬼胎呀、啊，还有很多门，在这里面你再掺着，你就定能治好这个病啊。所以我们说辨证啊，啊，中医我们要求的就是得辨证准确，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辨证论治，精神时时都体现在每一段学问当中。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丸带汤，这是我给大家就是归纳了，就是比较好理解的。前面那一段是我们用于分析，后边这一段是我们大概是得需要记了。那么丸带汤它主要治疗的是妇人白带下，那么带下色白，量多，清晰，不臭。其实这个我们说，这是我参考我们最早最啊新的这本教材上写的。其实《茯苓主》原书当中可说它有异味的呢，没说无味，但是你可以这样写，因为它这个方当中并没有清火的药啊。然后这个人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不得古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先河之后，我们得总结什么样的人才叫脾虚啊？才叫肝旺湿浊下固啊，他肯定得有面色脾虚的症状得有吧？脾虚有啥症状啊？啥也没知道也能听这八个字吧？食少腐胀纳来便溏吧。他有这个字儿，他证明他脾虚呀。所以我们在脾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咋的？那都是举例子，包括面色惶白呀、倦怠乏力呀、便溏啊。其实有一两个症状就是脾虚而言。那脾虚从望诊上看，一看这个人一放他，那就面色惶白呀、面色黄白呀、无华呀。那么从问诊上来说，那这人肯定觉得四肢乏力，没有劲儿啊，望闻闻诊他就是什么呢？听他说话，他中气都不足啊，都没有望闻问切，听得脉还没有劲儿。所以从望闻问切是诊，
还有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那个八个，那个八个啊，那个是个主要的这个主症八个字，我们就能特定它是脾虚，然后伴有白色的带象，量多的甚至有味儿的这些，无味儿它是热水的，不清楚别人说是有味儿啊，然后搭配肠膜舌苔苔白脉管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认证，首先得认证，然后病机是更重要的，我们啊。治病机求于本，本就是本于病机的病机。那么这个病机，我们把它归纳为脾虚该瘀湿浊下注。脾虚该瘀，有个该瘀脾虚的是啥？一说该瘀脾虚，总想想到逍遥散，对不对？恰恰的相反，是脾虚该瘀，以脾为主，才把它写在前面的。治疗的侧重点不同。对吧，这治疗重点在脾呢，所以它叫脾虚肝瘀有湿浊的这样的一个下注。然后它治法就是补脾疏肝化湿止带。那脾虚怎么办呢？补脾。肝瘀怎么办呢？疏肝。湿浊下注咋办呢？化湿止带。所以就是治疗白色的带下啊，白色的带下，病机是脾虚肝瘀湿浊下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篇呢，大家我觉得还是应该背一下啊，最起码病机得给它背下来，然后主治出来白带下这个，这几个字儿都背下了，这比较。然后我再给这里给大家普及点常识啊，普及点常识，我觉得这非常的有必要。什么是生理性的带下？不是得摁出来的，我要不摁出来，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是不是有老师知道的？您在专门搞妇科的。那么带下呢？王梦英啊，就提到一句话，她说带下女子生而既有，金经常运，本非病也。也就是说，带下是应该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正常的带下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阴液。那么带下关于最厉害的脏腑是谁呢？其实有肝有脾，其实还应该是有肾啊。我不知道是我打少了还是。咋的啊？主要是肝脾肾。那么我们看一下生理性的代下，在《素问·一条论》当中，也就是《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什么呀？他说：“肾者，水脏，主津液。”而《景药学书·妇人归》当中也提到了一句话：“盖白带者，精之余也。”所以我们要知道，正常性的生理性代下它是什么？是肾经所化生的。我说了这么多，你就知道，那么代下首先是正常的。那么再有一个，正常的代下是啥化的？是肾经化生的。病理性代下是啥？原因类的，比如说代下巨石实症，对吧？是湿啊、嗯，所以病理性是湿，生理性是肾经所化生的。别的不写，最起码的，我觉得你就最后你得知道，因为别人带下到底是啥，你还不知道呢。那为什么人更年期以后、绝经以后，卵巢萎缩、子宫萎缩、白带都没有了，肾经还能足吗？肾都萎，肾经功能都已经衰竭了，对吧？天水绝地闹不通，肯定都没有白带了啊！它是肾经所发生的。所以说，为啥说黄包伤肾呢？你都要知道。那么在生理性代下当中，主要它的产生它与脾经有关，这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与脾经有关。其实呢，傅青主呢，他对这个代下病呢，他最注重的第一个就是认为代下是湿症，第二呢，他就认为这个代下与脾经关系密切，而且在《刘文章》提到了一个代脉，一个任脉，一个督脉。再一个，他非常重视脏腑，提到了脾，提到了肝啊，在学问当中都能有所体现。那么我们看一下肝下的产生与脾经直接相关，主要是任脉、督脉、带脉。然后我一提带脉，你都不知道带脉是干啥的；一提任脉，你不知道任脉是干啥的。我觉得这咱们课就没法再往下说了，所以我在这里就把它稍稍普及一下。那么什么是任脉？那么任脉、出任督三脉不都是起于包中叫一元三奇吗？所以你看任脉，它首先起于包中，也就是子宫、包中，然后呢为阴脉之海。主身人一身是津液，代下算不算津液？对，所以为任脉所主，为阴脉之海，主人一身是津液。那么什么是代？这个代脉当中说，环腰一周，通于督任，这是它的生理。你就记住，不要连督主那儿说任督督，你看你回头长，这是干啥呢？干啥？它就是环腰一周，通于任督。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约束诸经，重情约束诸经；第二个约束代价，使代谢之量密之有常，不多不少，正好全靠代谢的功能。那么在复兴乳女科当中就提到了它有第三个功能，就是什么呀？能够约束啥呀？胞胎为什么老流产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约束胞胎。但是这是朱金主说的，这是我们正常普通体上中说的，所以他还落了一段，还没有朱金主更厉害，对吧？可能还没有把他这个我们历代古人呢，可能还没有研究那么透彻，所以我们的教材当中也常常是有不足的。啊，这是你要得它的功能了吧？约束诸经，约束代谢，使代谢之量一直有常。这三个还包括约束这个胞胎啊。那么第四个就是督脉，这个督脉到底是干什么的？督脉呢，主要是贯脊属肾，为阳脉之海，行于后背的正中间。然后它有啥作用啊？你看后边写的，任脉所失之阴液，就是这个代价。它如果失去了督脉的温化，会咋样啊？它就化为湿浊之邪，伤于带脉，则为带下运。你看，你任脉是有津液的，你这个津液，你遇到督脉的温化作用，它就变成肾精，变成精气，封藏于肾当中。如果你没有督脉这个温化，它就变成湿浊了。湿浊它就从啊，天津流下就变成败下病了。所以督脉、任脉与带脉，这个是啊，在生理的大小当中重视这种奇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生理性代谢的产生与脏腑相关，脏腑跟谁有关呢？第一，跟肾经有关，所以肾经得旺盛，因为刚才我说了，生理性的代谢是由肾经所化，所以不要不知道肾经所化，所以防劳伤肾在这儿呢。因为肾经所化，所以这时候你想代谢的功能正常，肾经所在要旺盛。那么第二，你脾气得健运，脾气健运就不产生湿了，你湿浊不下注，你就不得代谢病。那再有一个呢，你任脉和带脉得有约，它来有约束；再有一个督脉还得敦化它，这样的一个脏腑和奇经之间的协同作用于子宫之后，肾中于阴道外阴的一种生理现象，起到一个运泽、保护、防御外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对于这种生理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欲明病理，先明生理。不然的话，我给你讲五代下，夫妻如咋说，可能回头咱们都是有点啊云里雾里。其实中医学并不是很难，最难的也就无非是古文，就比如说经典著作，像我讲的这些夫妻如女科的原文呐，还有就是于老师讲的《伤寒论》。但是你看大家听《伤寒论》，我也没觉得大家觉得难的，好像你都能听明白，对不对？所以清代著名医学大家苏立板就说了嘛，他说仲景之道，治平治疫，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不是你学不了，就是我们现在不学古文了，对古文理解差一点而已啊。这个好了，完蛋了，方哥，如果大家不曾背过的，你还不会它的药组成的，你就是赶紧把它背下来。啊，丸在汤中，二如尘，汤出参草舌仙人，柴勺淮山黑介顺，化石指代此方能啊，把它背下来。那么这里面就还有药物组成，还有它的功效都有了。你说你这一个丸在汤，我讲这半天，你如果要记住它的病机是脾虚肝郁湿浊下注，第一个；第二，你记住它是叫白带下的，两件事儿啊。第三个，其他方哥不会药物了，就这三件事儿。其实很简单，那首先你得理解，就马上完事了。那么这个方歌当中，这是我给大家，因为我学的是五感方歌，包括我和于老师我们大学同学学的五感方歌。五感方歌当中有句话叫丸在汤中二如尘，有毛病吗？没有毛病，有汤珠有白珠，但是有一个问题，他里面又说了一个汤珠，汤珠参草舌仙人吗？就证明这个汤珠和上面的二珠是有雷同的。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如果要丸在汤中白珠尘就好了。每一个药只出现过一次，这样出现两次也没啥毛病，你自己心里有谱了。别上面写的二如尘，汤如白珠，后面又来了汤如珠，你就懵了啊！所以你要心里要明白。那我没有改，我又为了保持这个我们教材的这样一个原貌，给改了不好，所以我给你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啊。我这个人呀，我说一真心话呀，我要不为了做这皮皮，你
我们家电脑打开键开机键我都不知道，从来没用过，我没有功夫，真的。而且我家的电视，我跟你说，现在都网络电视，我都不会，我都不会开，因为我不看。我钱给削了呀，我不容易呀。大家不容易，其实我也挺不容易的。我能跟于老师以为家里边人自个儿学生搞这玩意儿，专业学啥的，那啪啪一会儿整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强调就是重视这个军药的作用。你别的药你都可以说量差一不二的，但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军药，也就是谁是老大，对吧？你看你吃顿饭，这桌上谁是老大，你都没弄明白，饭能吃明白，白花钱了，给人吃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方也是，你别人都没明白，你最起码知道军药是谁，你把他俩量给提上去，这方就有效了。首先它是以白术和三药为君，在原文当中我说了它注重滴两为君，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你开白术三药你得给我整30个才行。那么白术是补气健脾燥湿利水，在本草求真当中提到了为脾脏补气之第一要药，最重要的药，再也没有比它还好。为什么呀？为什么白术这么好？我黄芪还补气呢，咋就说黄芪那么好呢？人参这么好呢，咋没说它是补脾脏补气第一要药呢？大家想不想这个问题？你知道脾有个啥生理特性吗？它有啥特点吗？对，就说送牛给送牛呗。这人喜欢茶要给他送茶，喜欢牛要给他送牛，喜欢烟给他送烟。这脾就喜欢燥，所以你得给他送带燥的白术，燥湿健脾，所以它才有效。你别的它不行，它不得一口，再贵也不行啊。所以白术为脾脏补气之第一药药，能燥湿利水，能补气健脾。第二就是三药，三药这个药呢，能够益气养阴，能够补脾肾肺三脏，能够舌尖止带。你看后边还好。其实三药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气阴双补之品，对吧？既补气又补阴，而且还补肺脾肾三脏，补肺气之肺阴，补脾气之脾阴，补肾气之肾阴，所以还能够舌顶止带，对待还有舌质。你看这白带，对不对？你皮下两区你都固摄不住特别多，所以你看它有舌性，能有舌这样止泻止带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这两样合在一起，那就是补脾肾、去湿热、约带脉和带下合止啊，和带下合止。它俩是中药，所以重要，所以补脾肾，因为三药本身就脾肾，这脾肾都补的，能够去湿浊、化湿了，脾胃功能的健运之后，马上湿浊就化掉了，然后能约束这个带脉。它为啥约束带脉？因为它有舌性啊，有舌性就能约束带脉，有收舌的作用，所以呢，能带下合止，这是它的一个啊主要的这样一个中药的作用。嗯。好了，差不多我们就当天了，慢慢写，不着急。其实这一些也都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大伙都会的，都多看一眼啊，没写上就写上，因为其实学习就是为了认真。啥事都稀里八糊的，能学好吗？再说我这人还挺耐心，唱出来。我们看下一个，陈药，这是我们中医方剂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配伍原则。那么君臣佐使这样配伍啊，那么在方剂学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也就是说，你药你再厉害，你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你那方就不一样了。它协同的力量，它作用还强啊！你就像我们这平台，你董总再厉害，你没有大伙儿一起共同努力，能有我们平台今天吗？你说的意思啊？所以说啥意思？炖鸡好吃，你总得搁点花椒大料吧？你就不能干一炖，你能吃下去了吗？所以你看，什么东西好，你得有协同的作用。人参益气健脾，主要助君药为补脾之力。你看，它都不是君药，君药是白术。别把这个人参这个时候还当了他
它最主要的东西。而这个汤屋呢，照是健脾，干嘛？这些都是补脾的，对不对？这协同呢，白术是健脾，然后达到照湿的目的。而汤屋呢，是先给它照湿，把湿照的，那么它自然脾气就健运了啊。一个是偏重于照湿，一个偏重于补脾。虽然都是照湿健脾，前后写的不一样，它注入的重点它就不一样。车前直呢，你看它能够利湿清热，令湿邪从小便而利。你这湿太多了，给你健健脾呢，给你化着呢也不行，过一旦给你排出去，从小便里排出来。那么白芍呢，这个药也是作为神药，所以在这个方中为啥说白芍啊，能够柔肝，能够益目，使目达而体力至强啊。那么我们土虚里中木成，七腑正常当中的这个生克之化，五行之间的这个五行学说，其实应该就是木是克土的，对不对？克土不是正常吗？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地中相成呢，土虚木成呢，也就是木要成土的是咋回事啊？谁强了谁弱了，咋的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为什么总说土虚木成呢？五行学说当中这个生克之化关系呢，正常是相生，对吧？相克，这证明之间表示这种五行它之间平衡。那么出现相成分相补是咋的了？这个病态了吧？比如说相成，那么木正常是克土的，是不是？咋又相成了？相成就是木还克土，克的更厉害了。就使劲欺负他了，我磕他，为啥要磕他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不然我就不厉害了，我强了我就使劲欺负你，要不然你弱了我就欺负你，你脾虚你怎么成，我就欺负你，我本来磕你应该正常，这回我更欺负你啊。相补是啥关系啊？补，刚才我说的不应该磕土是正常关系，土反而还补木，啥意思啊？我跟你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啥，比如说这个师傅和徒弟，对吧？正常的师傅是应该听他的徒弟，对吧？说说你，你不对，对不对？你是应该听我揍着我磕你吧？这回不行了，他徒弟厉害了，对不？我跟你师傅我都干不过了，我服，揍你了，你是想凌辱我？我就是啥意思？就是反欺负你了，你知道不？所以这个时候你反欺负你也有两种原因，一个你自己不行了，一个对方更强了，不揍你磕对了。管不住人家了，这些都属于病态，跟正常的相生相克属于啊，属于这种正常的趋势，正常的五行相克关系。所以这临床当中老出现这样的事实，得知道啥是相成，啥是相补啊。那么主要当中还有几个药，这几个药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陈皮，陈皮能够健脾燥湿，藏于理气，使气行就湿化。那么脾虚之后就容易运化水湿功能啊减弱，脾虚之后运化诸湿，水湿内流，湿邪就容易阻滞气机。所以咋办呢？健脾的时候都得加上补气的药，叫什么呀？啊，健脾药。气化就湿化，就这一句话，气化湿才能化得掉。另外在本草食白骨露当中提到了，胆肝气不舒，克贼脾主之疾，皆能止之。就是你肝气不舒了，克伐这个脾主的时候，其实陈皮这个